我今天教大家变一个魔术，你要变这个魔术，你要先准备一张扑克牌，还有一个铁罐子。然后你现在要这个魔术，假如说你现在这个女朋友，你的朋友喝饮料或什么，随便。然后喝大概，你就喝大概一半，在我们下一点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女朋友说，我现在变一个魔术，然后你有看到没？这边有个凹槽，然后你就。我现在变一个魔术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凹槽这样立着，然后再把扑克牌把它顶在上面，然后你就说，我现在把它这个扑克牌弹掉，它还能这样立着，然后就这样把它弹掉，然后它就这样立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咬，我已经拍好几十次，它还是会咬，所以随便它。然后呢，这个魔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要。自己抓一下诀窍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就是一半往下一点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到一个程度，你就一定就会起来。然后你只要一切都正常的话，你应该就是不会这样一直这样滚，我不知道很好滚。那这个魔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拜拜。